只闻书舍利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各位善知识，所谓诸法如是相等，现在就是正要讲到这个实如是啊。这段是指探一解释不能用因缘文字来赞叹佛的全十二字没有办法表达的用意在这一段文里面说出来，因为这个佛所成就的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难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道理只有佛跟佛彼此都所证相同啊，才能有办法彻底究竟而尽其诸法的原理诸法的实相的道理，佛与佛才能究竟知道。那么先说这个诸法，法既然叫做诸，显示不止一种啊，就是很多。那么诸法天台就是与十法界来解释这个诸法，诸法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就包含一切法，所以诸法就是指的这个十法界啊。那么这个十法界呀，就是四圣六凡四个圣人的法界，六个凡夫的法界，叫做四圣六凡。这个四圣六凡的法界里面呢，就包含一切法啊。六凡法界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三善道、天、人、阿修罗，这是叫做六凡法界。四种圣人的法界呀，就是出世间已经了生死的圣人，那就是声闻、缘觉，平常说的二圣人啊，缘觉就是果位，就是比丘佛、菩萨、佛。菩萨是佛果之因，佛是菩萨之果，以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类叫做圣人，就是四种啊圣人，这个叫做十法界。这十种都称法界，有三种意义。这十种都称为法界，有三种意义。第一，十是数目之，是能依的这十能依这个法界，法界为所依靠的。这十种啊，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一直到菩萨佛，是能依的这个幽情到佛国。法界为所依能所合并来称，所以叫做十法界，以十种
这个佛道众生的能依，依这个法界，所以叫做十法界，愿能依所依啊，这是第一种的十法界的意义。第二，这十法从第一恶鬼畜生一直到菩萨佛，这十种法呀，个个有它的因，也个个有它的果，而它的界限分明，例如说地狱有地狱之因，例如说忤逆十恶是到地狱道之因，这个业果成熟了就下地狱，地狱是结果，乃至人五戒是因，中品十善五戒做人之因，这个因成就了就见人之果，乃至菩萨以六度万性为因，将来究竟成就佛的果的，那么每一个法界啊，个个有它的因果，有它的界限，一点也不会有所分滥，而这个因果法呀，非常的维系，很不容易了解，只有佛才能够彻底究竟，平常普通讲因果呀，只是讲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固然是因果，那只是最单纯的因果故事而已。实际上，这个因果的道理是非常复杂的，很维系，这个通于各方面，不容易了解，只有佛才究竟，这是越他的各有因果而论，所以叫做十个法界界限分明，人是人，天是天，佛是佛，菩萨是菩萨，界限分明，所以叫做十个法界，叫做十法界，这是第二。第三，这十种法，每一法的当体就是法界，那么这个法界是越诸法的离体讲，就是实相，每一种法当体就是法界，那么只是它所现的外表的功用不同而已，越它的离体呀，越本体论，通通相同的，这就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呀。那么就是比方说，越它的体论，通通都是金子，比方用金子去做，如金做器，器器皆金，你用金子去做狗，那是金子，如果越狗相看，是畜生道的法界，越它的体论还是金子，跟做佛像的金体没有两样的，现在越这个体论通通都是法界，这十法一一都是法界，所以叫做十法界，当体就是实相，诸法当体就是实相，所以叫做诸法实相，那么这就是十个当体都是法界，六凡法界完全在迷，迷是本有的法界，所以六道轮回苦恼，四圣法界虽然有悟，但是悟有浅深，正有浅深，果得有浅深，究竟的是佛国，声闻缘觉只走三百由旬，部分正道，但是只是偏真涅槃，虽然如此，但是他已经出世间，那么少少知道一点经体的，这个本体的用途，那么所以呀，十个通通当体就是法界，所以叫做十法界，这是第三种的意义。这十个法界，一一法界当中，各个夫具，先把这个实如是的意义说完了，先解释清楚，再来说这个十法界每一法界彼此夫具的道理。这个诸法实相之下的那个如是相、如是性等。天台家称它叫做十如是，这十个前面都有如是两个字，
第一是如是相，第二是如是性，第三是如是体，第四如是力，第五如是作，第六如是因，第七如是缘，第八如是果，第九如是报，第十如是本末究竟等，十句都有如是，因此叫做十如是。这十个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都具备这十种如是。天台家解释这个十如是啊，很多很广，他有三种道理解释，四种道理是四番解释，玄喻啊，文句，还有会议，都是以四番来解释这个十如是。第一，越十法界解释；第二，越佛法界解释，十法界当中单越佛法界的解释；第三，越离合解释，离开的离，合并起来的合，越离合解释；第四，越他的修行的位次解释，就是越位次。他详细的解释这个十如是啊，有这十种，四种。因为经文里面说诸法，既然说诸法嘛，就得越十法界解释，所以第一越十法界解释。经文里面说佛所成就稀有之法，佛所成就稀有之法，所以要依佛法界的解释。经文既然说是直指，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因此要用离与合分别解释，合并起来解释，所以叫做离合解释。这是第三。经文说为佛于佛难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要越位解释。佛是究竟位，佛之前有分证，那么这些分证的阶位啊，也要一一比对解释，所以越位解释，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些阶位，来配合实如是的道理来加以解释。现在不能这样子讲，如果这样子讲，只这四类的解释啊，恐怕要讲它五六次之多，也讲不完。所以宁可把这个四番解释啊重略这只是按照文字做一个简单说明，需要讲的就不一定要讲出来，但是不固定于这四种啊，看情况随时变通。先讲这个实相，实相实则就是不是虚妄，不是虚妄的道理就是实。相这个相是没有形象的相，所以这个相就是无相。因此古的解释说实相无相，当体即空，因为凡是我们凡夫眼睛所看得到的相啊，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你看哪一个相是真的？都是虚妄不实的相。真正的相是没有的，是无相，无相才是真的。那么越无相讲啊，实相当体即空，越空一说就是无相，但是无相又能显现一些相，世出世间一切万法，十法界一切万法，通通都是由这个诸法离体显现出来的，那无相又是无不相，无不相。虽然无相的空啊，它有这个假的假象，越假论就是有假的假象，幻有之相，空假皆不可得，无相无不相，就是中道之一，但是一般平常佛经里面的习惯呢，如果越真空方面的道理讲，平常都用真如，真如实际实相，常住法界，涅槃，这些都是同样，这个一体多面的说法，同样的本体就是自性清净心，本有的佛性。但是越他的立场论，各种说法都有，真如
多越空论，越空以真空的道理来说明啊，说明这个诸法的离体的时候，多数讲真如，讲真如。越假的道理说，幻游，幻游之假；越假的幻游之理来说，就是假地，也就是所谓俗地啊。那么就是讲实相，因为这个实相也可以讲实性实、实体实力，所以这是越假观论。要越假观修到正到这个俗地里，有的地方称作假地，那么这就是越实相说。如果越中道第一地的道理说，说法界，法界。华严经说的一真法界呀，就是越中道讲，中道第一地理假，那么里面就是包含空假的道理在里面，说法界。所以华严说一真法界，法华经就说诸法实相，涅槃说常住涅槃，楞严经说如来藏妙真如性，乃至其他各种说法不同啊，名义不同而已。例如说圆觉经，它就叫做圆觉，那么关于这个实相的道理呀，在像这个圆觉经啊，是讲圆觉，把这个圆觉的道理分清楚，那就是实相的道理，那么如来藏经就讲如来藏啊，那么楞严经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大圣止观叫做自性清净心，禅宗叫做本来面目，这都是同体异名啊，总是指的我们真如自性。但是现在越法界论，就是越中地论了，越这个法界来论解释这个实如是的道理呀，有种有别。我们虽然不用那个四种的详细解释啊，我们越总别来分别，简单说明。越总论，如是相，如是两个字暂时不细讲。如是，我们简单说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阿呢，如是相，就有这么一个相。十法界呀，每一个法界各个有它的相。所以这个相就是相貌，《法华玄义》里面解释说，相于具外，外相看得到的，烂而可别名相，一看就知道，看得到的这个叫做相。例如水有水的相，火有火的相，彼此不同，那么这容易知道。十法界彼此相对相望，望就是对了啊，彼此相望啊。比如说人法界对天法界，人法界对菩萨法界等，彼此相对相望，各个有他的六法里面有善有恶，出世间里面无漏甚法有深有浅啊，各个有他的相。例如人有人相，天有天相，菩萨有菩萨相，佛有佛相，各个有他的相，那么这就是所谓如是相，文字上的解释总义啊。第二，如是性，性就是兴奋，也就是习性，所以玄义里面说性于己内，自分不改叫做性，自分不改叫做性，它的本分不会改变，永久如是叫做性，那么因此这个性的这个字啊，这个性字啊，有三种意义。第一，不改名性，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叫做性。人的性永久，它是像人的性，并不是说它生生世世做人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呐、人的性就是人的个性。那么这个《诸法无形经》里面叫做不动性，那么这就是说性也不改为一，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会改变，所以叫做不动性。例如金子的性永久是金子，第二，性是兴奋种类的意思，兴奋种类的意思，
啊，每一种众生的兴奋各个不同，啊，各个没有办法把它改变，啊，那么也就是说，有情是有情的性，无情是无情的性，啊，例如树木发潮的心啊，你没有办法把它改变成为有情的性，啊，而且它这个树木发潮各个的性啊，永久不变。啊，例如说这个，这是红的花，红色的花，啊，那个红色的花，您在台湾种是个开的红的花，那你到拿到美国去种啊，它照样还是开的红花，不会说是您拿到外国去种了、啊、就变成白的，不会，它这个性不能改，啊，各个都有它独立的性，永久不改。啊、所以这个性就是兴奋，它的种类的兴奋呢、啊，个个不能改，所以叫做性。前面是总一，这里是别一，个个的性都不能改，所以叫做性。第三，性就是实性，啊，这个实性就是理性，啊，那么就是下面的那个题，啊，这个性啊，如果越理性讲，就是指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嗯，那么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这个性就指的佛性，很容易被看作佛性，而性是指这个原来清净的，啊、嗯，清净的。如果是心，啊、身心的心，如果是用心的话，这个心就是有真的有妄的，啊、嗯，没有办法，一定是指的是清净的，而用性质说理性。实性，本性，那就是比较容易显出本有的真如自性清净的，所以这个性也就是实性，好像经题，那么这个性有这三种意义。现在是指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法界里面，各个它的本性、它的习性固定如此，不能改变，啊、例如说竹子里面有火性。木头里面有火性，没有办法改变啊，永久如此啊，只要有竹子里面必定有火性，你拿火一烧它就有火，因为它本身就有火性啊，凡是冰是必定有水性，虽然凝成冰，可是它必定是水啊，看起来好像一块石头，可是它是水，水性是不离的。那么每一种无论是有情无情，一切万法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叫做这个如是性，那么性就是性分不改，简单说这个性分不会改，永久如此啊、那么众生呢，如果是不好的习心啊，是可以改变，不过很难改啊、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江山易改啊，秉性难移，江山可以改变，可以把变成了沧海桑田，可是人的秉性这个习性好坏呀、啊、很难改，例如这个火爆性，他的到老了还是改不掉，还是那么火爆，跟我一样，那么这种性啊很不容易改，无论是习性、秉性、善恶之性非常难改，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只有真如自性才是本来如是，其他的都是可以比较可以改变的。现在这里说的如是性，越习性说，就是人有人性，天有天性，各有它的固定的性啊、越它的本性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么这首就是第二如是性。第三如是题，这个题呀、啊，就是具备前面的相根性，有前面的相根性啊，就成就这一法的体，啊，所以《法华玄义》里面说，主智名体，主要的体质就叫做体，啊，所有一切物的本体的体质不会改变，十法界的啊，每一类各个有它的色法、性法。有色有心组织成就的这个体制
必定是不能变通啊、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做如是体。例如人的身体顶天立地啊、两个手两个脚啊、那么这是人的身体啊、那么佛菩萨也各个有他的身体啊、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他的体就是法身。那么这个如是体呀、十法界各个有这个体，既然具备上面相性体三种，那么第四就是如是力。力呀、就是由本体具备的力量也就是功能了，有这个功能。例如有了这个身体呀，您这个身体能够做事啊、能够挑多少重啊、能够思量多少东西啊、那么就是指你这个身体上本来就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管你是有发挥出来没有发挥出来，这个力是无论哪一类众生都具备的，所以都有这样的力，如是力。由相现体呢，它必定就有这个力、力量、能力啊。第五，如是作。作啊，就是造作啊，去造作，例如说造业啊，所以《法华玄义》里面说构造为作，构造为作啊。那么离开心更无所作了啊，所以这个心就具作一切法，一切唯心造，《法华严经》说的一切唯心造啊。这个一切造作都是由心体升起的现行啊，心王所起的作用啊。那么十法界的每一类各个由他所作啊，那么详细分类啊，每一类众生都有他的造作的情况、造业的情形。三恶道造恶业，三善道造善业，出世间四圣人修出世间的圣业、无漏业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如是作。上面的相性体力作五种啊，都是有因缘果的啊。如是因，第六因啊，升起十法界果啊、的清因啊。例如做人有人的因啊，做天有天的因，成佛有成佛的因啊，各个有他的清因啊。第七的如是缘，单有清因呐、没有助缘不会成就。举例说，因就是种子，种子假如你把这一粒种子啊放在桌子上，只有清因没有助缘，没有阳光水土啊，那么这一粒种子你放在桌子上啊，100年还是在那里，还是个种子，它不会发芽，当然更不会开花结果。所以因呢、必定要有助缘，清因要有助缘，所以如是清因就有如是的助缘，才能够造业成就而结果啊。例如说种子是清因，水土阳光啊，人工栽培，这就是助缘啊。所以这个因缘呢、还有这个所谓正上缘、所缘缘等等的分别，在唯识里面详细分别啊。另外有观所缘缘论啊，每一法升起都有助缘，没有助缘不会成就。所以平常讲因果呀，应当是因缘果，因为这个清因没有助缘不会结果的，所以有如是缘，这是第七。清因助缘的条件都具备了，业就造成了，因种就会开发结果了。所以第八，如是果。人有人的果，鬼有鬼的果啊，佛菩萨也有佛菩萨的果，所以如是果。第九，如是报，就是结果所受的苦乐之报。三恶道受苦报，三善道受乐报，出世间圣人受无漏的果德的啊，极尽安乐之报啊，各个有他的果报，所以叫做如是报。第十的如是本末究竟等，本是第一个如是相，末是第九个如是报。从相性到果报，从本到末，
就近平等，同一时下，啊，所以叫做本末就近等。这十法十如是啊，天台的读法有三种读法，只越三地啊，成为三种的读法。如果读作就是刚才念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这是越假观。假观越假观的泛有之相论，哦，有这样的相，有这样的性，有这样的体，有这样的力，乃至有这样的本末究竟平等等，是它的本体啊，诸法都是依诸法实相的本体，所以一切平等。越假观念就是如是相等，如果把它念作相是如，第二种念法，相是如，性是如，体是如，力是如，作是如，因是如，缘是如，果是如，报是如，本末究竟等是如，这种念法。这个第二种念法呀，是越空观的念法，正真谛理，空观啊，相的当体就是真如，性的当体就是真如，那么真如就是越空论，就是真空观啊，体的当体就是真如，力的当体就是真如，一直到本末究竟当体就是真如，那么这是越空观的念法，相是如，性是如等，这种读法。第三种读法呀，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如是，把如是摆在下面，这个念法就是中观，正中地理，嗯，而相就是本来就是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本来如是。相也是就是当体就是中地，性也当体就是，一直到本末究竟当体都是，这就是天台的三种读法啊，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一本来就是如此。那么这就实如是啊，越空假中三观，正真俗中三谛的修法，而他的念法有这么不同。显示每一法界啊，具备空假众三观啊，一心三谛当体求证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实如是，人人当体具足，一切众生本有。现在我们都是人道众生，既然我们是人道众生，前面是越总论啦，现在单越我们人的别论，越人来分别说明啊，人的十种相。例如说，人有如是相，人有人相啊，虽然有大小高矮或白或黑或肥或瘦虽然有这种种种差别，但是人有人的相，人的形象就是如是相，人的相，人的人生呢，有人生的兴奋，人生的兴奋不可改啊，不能改变做他物，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的人生改做变成别的东西，那就是叫做如是性，人性，人有人性。人生有骨肉，有这个身体，地水火风四大啊，五蕴假合组织成就这个身体，这就是如是体，有人的这么一个身体。人有能造善业，也能造恶业，也能造出世间的无漏业的能力啊，这就是人的如是力啊。不过普通一般人呢，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都是有漏的。
懂得佛法修出世间法呀，才能修无漏业啊。那么世间总不出做善做恶的这种的能力，人人都有啊。所以这就是如是力本有的这个能力呀 啊。有这个能力就会去造作，人会造业啊，心里动坏念头就造恶业啊，色道淫等啊，心里动好好念头就造善业，六度万行都可以做啊。所以这就是如是做，人的如是做，造善业造恶业啊。那么既然是个人生，今生得到这个人生呢，必定有过去的因，现在得到人的果报，过去生必定种下人的因，最起码五戒里面呢，多少最起码守了一两条戒，才能承认人的因。如果五戒都没有此一条，那人的因就完全断绝，就别想做人了。如果五戒通通持好，这是比较完善的人，他做人呢、很舒服，很快乐。五戒如果有所欠缺，比如说如果过去多杀生，那么今生多病啊，寿年不长，这都是过去有如是因，就会感到现在的如是果报。那么过去修人的因啊，必定有助缘，假如没有人帮助你，没有助缘不会成就的啊。没有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啊，那么以前的众生修行啊，都要靠缘修，造业也要靠助缘，就是这个造恶业的众生，他也要有恶的助缘，没有恶的助缘，他的恶业也造不成啊。举例说，那个会赌博的人，刮掉啊，刮掉谁呢？他会赌博的，他懂得这个赌博不好，啊，这家财都完蛋了。那么因此他想要断掉这个赌博，他如果要断掉赌博呀，必定要远离这个助缘，远离赌博的助缘。如果还是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啊，他那些赌博朋友啊必定会找他的。哎，你怎么不来呀、三缺一呀、他来找你了。那么你说、我不赌了、不赌也没办法，他的拉着你呀、回去不可。所以听说从前有个人呢、去赌博，家财都赌光了，那儿女都卖掉了，还有个女儿也劝他的父亲说，你不赌啊，你看我们什么都给你赌光了，你不能再赌了，劝他听听，顶多三天他的赌博朋友来找他，他又赌了。那么他的女儿就哭哭啼啼的求他，跪他不能再赌了。他想说真的不对这个一直赌下去，这个女儿又要赌光了。那么因此拿着刀啊，就把这个手指斩断我把这个手指斩断了，他总不能再赌了嘛，没有手指了可是等到他好了，他赌博朋友来找他，他没有手指照赌博，为什么他用这个手腕还是可以用了那没办法。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没有远离这个助缘，没有远离这个赌博的助缘呢，他无论如何怎么样的想要断也断不掉。比如说现在讲这个抽烟不好那你要断掉这个抽烟吗？要禁烟，那你必定要远离这个烟朋友，大家都在抽烟嘛，都是乌烟瘴气。那你想你自己不抽烟，你被他熏的，你就在哪里这个烟瘾就来了，就想抽烟了，必定要远离。所以没有助缘不会成事如是因必定有如是缘，过去如是造人的因有助缘，那么今生借人的果，这个人生就是如是果了，如是果啊。那么既然有这个人生之果呀，果是种，报是别，个人有个人的报富贵贫贱，好坏苦乐，各个不同每一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受用都不同有人呢豁亚郎几千万上亿万有人嘛穷得连三餐都没饭吃甚至饿死的都有这就是他的报啊，各有千差万别那么这个从本至末究竟平等这是说虽然如此轮转生死啊，他本性还是不灭，就是本有的真如自性啊还是存在的，究竟平等，与诸佛菩萨都平等，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好好修行啊，你一样能够成佛的。这是愿我们人法界来讲。那么我们大家都信佛吗？佛是我们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啊，现在我们不妨越佛的法界啊，看看佛的实如是。嗯，要看佛的实法界的如是啊，要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第一卷啊，世足妙严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就把这个实如是完全表达了。经文是这样的，您注意的听啊。经文说，如来以菩提常中，以一切法成最正觉，这是佛的如是果，至入三世细节平等，至入三世细节平等，这就是如是性，如是性，佛性是众生本有的，所以佛成佛了，如来成正觉时，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佛成佛了，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么这就是如是性，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因普顺十方国土，以诸国土平等水入，这就是如是体，如是体，佛的国体，佛的如是体，它充满法界，法身呢、啊？法身充满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应身，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住此菩提座，随缘复感是应身，常住菩提座报身，那么这就是佛的如是所谓如是体，充满十方，身恒遍坐一切道场，佛身周遍坐在十方一切道场中，这就是如是报，如是报成佛的果报，坐在一切菩提场中说一切法。你看这个华严经七处九会，不离菩提场，上升桃李，上升夜摩天，上升兜率天，上升他化自在天，七处九会，但是都没有离开菩提场，这就是身恒遍坐一切道场，就是如是报，佛的如是报。三世所行众佛大海，这就是如是因，过去所修，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修的，亲近一切诸佛所修的功德福慧二言呢，犹如大海水那么普遍，那么多，那么深，那么广，这就是如是因，佛的如是因。而恒四三诸佛国土，示现身在十方佛国，应身度化众生，千百亿化身，这就是如是缘啊。他过去历劫修行啊，有很多的助缘，所以才能够示现在十方世界啊。无边色相光明圆满，遍照法界等无差别，这就是如是相，佛的相啊。无边色相光明圆满，这是报身啊，遍照法界，这个光明普照法界等无差别，普照一切众生，这就是佛的报身啊。法报应三身都具这个种种光明，光明就是佛相啊，所以这就是佛的如是相。一毛端性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碍，这就是如是作啊。一中解无量，一中现无量，无量中含一啊，这就是如是作，佛的如是作啊。各现神无量神通啊，神通之力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这是指他的本能，就是如是力。遍十方界而无来往啊，这就是指佛的本末究竟平等，虽然周遍十方啊，无处不遍，但是并无来往之相。金刚经说的如来者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故名如来。来去相不可得，本来如是，就是本末究竟平等啊。这就是佛究竟成佛了，具备这个实如是，佛法界的实如是啊。这个每一个众生啊，依他的果报都具备各个所有的这种的实如是的道理啊。那么就是拿修菩萨道来说吧，菩萨他在修因上也具备这十种的如是例如说菩萨以缘因为相，缘因因缘的缘呐、啊，缘因为相，了因为性啊，
般若智慧的了因为心，那么正因就是体啊，就三因佛性，天台说的三因佛性，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缘因是相，菩萨的相啊，了因是菩萨的性，正因是菩萨的体，四弘四愿就是菩萨的力，菩萨发出度化众生自利利他的力量，就是由四弘四愿发出来的，这就是如是力。六度万恨就是如是做，修六度万恨就是如是做。智慧庄严就是如是因，福的庄严就是如是缘，啊，三宝三菩提为他所证的目标啊。那么现在的菩萨一一的皆为所现的这个果报，那就是果啊。以大波涅盘为他的如是报，他的目标是求证大波涅盘，但是缘初住别初地以上啊都分证了啊，分破分证，那就是如是报。这就是菩萨的实如是。每一个法界都具备十个如是，那么十个法界呀，就有100个如是。但是这个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的当体呀，就具备十法界。例如说，人的法界以人法界为本，在人法界当中啊，它就具备其他九法界啊。那么其他九法界每一法界也是一样的，每一法界都具备其他九法界啊。那么一个法界里面就有十个法界，十个法界就有100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个如是，那么100个法界就有百界千如，100个法界有1000个如是，百界千如3000现象啊。那么再详细的说到有一念3000，我们当下一念心就具备3000现象，这个道理呀还没讲完啊。我们今天只是讲到十法界十如是，而一法界里面当地具备十法界的道理呀。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头。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放下凡是你所执着的事物，听闻的人们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你需要的。想一想，任何一个让你强烈执着的人、物品或情况，并试着去检视你所深深执着的美好事物、权力或财富，彻头彻尾的检视他们每一个，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幻象吗？当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你的执着减少了，不再有相同的急需去拥有的感觉。如果你有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态度，你的心境将自然而然地感到宁静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你在活着与死亡的时候都处于强烈执着的状态下，那么你的今生与来生都将充满痛苦折磨。在死时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将变成一个受贪欲折磨的恶鬼。过去的伟大圣者与行者，只要有维生所必需的最少量食物，以及足以避寒的衣物，就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他们是最富有的人，因为真正的财富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满足于现状的人。伟大的噶当派禅修者噶拉贡丘，住在西藏的一处洞穴中。每次他进出洞穴的时候，身上穿的袍子都会被洞口的山楂虫妨碍到。他常常考虑砍掉山楂虫，但每每如此，他心中立刻就会升起死亡的念头。他想，谁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把去除这株长刺的树虫所花的时间用来禅修比较好。借由禅定的力量，噶拉贡丘能够飞行，试显各种神机。他圆寂时，那个山楂虫仍在原地。假若如此伟大的行者都无法忍受去浪费片刻的时间，那么在修行道上仍有如此多的事情
需要完成的我们，怎能把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俗物之上？然后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具体的修法啊。那我们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去这个修这个皈依呢？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去讲这个皈依的修法啊。那这个皈依的修法是这个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中皈依的综合的这个修法啊，总和的修法啊。三中皈依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修法里面呢，这三中皈依都具备了啊，这三中皈依除也具备了啊，这样子，嗯，那首先我们观想啊，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啊，不观想本尊，也不观想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然后在这个我们的浅眠啊，这个我们的环境呢啊，周围就观想为像这个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的这个。这个世界啊，地面啊，都是像琉璃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珠宝啊，这样子。然后呢，水啊，河流啊，都是甘露啊。
这样的观相，就像极乐世界描述的时候所讲的啊，那样的观相。这个观相，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讲过，在密法里面讲一切法啊，都是实际上是这个清净的，一切佛、一切法都是清净的。显宗呢，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啊，就是啊，显宗也就啊，这个时候。